人生有时候很奇妙，在命运的转角，总会碰到奇妙的人、奇妙的事。张国堂这个名字，听过吗？张国堂打算轰轰烈烈的大干一场，而且不达目的绝不终止。我绝对不会向任何罪犯低头。总觉得你爸爸好像刻意在隐瞒什么，他是不是蜻蜓？真的太像了。